家，越走心越甜，心越甜。谢谢我们家善良哥的办卡，感谢我们人在其中大哥的溜溜，谢谢我们霍尔小哥大气，一毛钱的小礼物先过个人头。直播间还差办卡的超凡能任务，谢谢我们家浩宇哥的陪伴支持。来来来，住家，谢我们用户890大哥办卡。他们家华山论剑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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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通常这个局面下是炮打中兵的棋，炮打中兵，对方上马，我方摆车截掉对面拱兵登着我的车，同时对方有炮打兵，瞄我象有拱兵弃马的棋。这手棋啊，大概有三种变化。啪打对面上马，我方摆车，对方拱兵，我方拱掉，对方进马。我方上马，对方炮打象，这是弃马飞刀。那么对方如果选择直接炮打兵，红旗有两种应招，退窝新马和飞边飞中象。那么对方打过来打肉的象，飞中象比较稳正，但是我这个马有点被卡住。如果我退窝新马，将来上马再上马从这边上来，这个棋呢目前来说退窝新马走的比较多。那么对方选择飞象，这手棋脱谱了呀。哎，这个棋正确走法，要么就拱兵，我拱掉，对方送马，我上马，对方炮打象，有个弃马飞刀，非常精彩。还有一个棋的走法就是对方直接炮打过来，炮打完之后瞄着我的象，从整个棋对方左翼攻击我方右翼啊，这个棋是可行的。你飞象就偏于防守，这个时候我方怎么走？摆车攻击对方炮。那么你有退马的棋，有进炮的棋，你想怎么走？有这边退马打车的棋，这边退马登车的棋啊，还有进炮单次炮的棋。那么但是弹子炮因为对方无根聚合炮，我会直接进车夺炮，所以弹子炮的取不可取。吃，哎，那你这个马上来，你看你进马，你上马，你再往回退，三步棋。同时我方在这局面下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，五个大兵都还在。对方这步飞象走缓招了，对方应该走得更激进一点，其炮打兵这个棋比较激进，进马攻弃马攻杀更加激进啊！这个棋激进是啊，黑棋应该走的。飞象这步棋脱谱了，缓招脱谱啊！对撒秋对冬，暮鼓对晨钟，山对万水。下盘如果是红旗来个五六炮 ，OK， 五六炮怎么走？五六炮后续呢？五六炮都可以是吧，来哥？吃。春对夏，秋对冬，暮鼓对晨钟。春对夏，秋对冬，暮鼓对晨钟。啊啊分明香，刷子像飞一样，象棋先学残局，残局要一直贯穿始终，一直要学。开局需要有点基础，中局就更需要大量的基础，和沉淀啊。哎，对方这步棋非常明确，卡住我要吃马，但是他的炮怎么办？你要吃就吃嘛，对不对？
你吃了我的马，我吃了你的炮，你再吃我的马，好像对方多个子，但是我方车冲出来走个三子归边，废了个飞飞。啊，如果你这么走，我就上马，这个马也不要了，对方爱打不打，总之多子归边，攻击对方右翼。啊，不，这么多大子攻击对方右翼，少个子儿无所谓。嗯、啊，少个子儿无所谓，这么多大子了。将军，爱打咋地。我有一根刷枪，粉刷本领强。我要把那新房子刷得很漂亮。欢迎老鼠玉米，欢迎我们家老朋友西风说马，欢迎我们家万总。掉线了吗，万总？还卡吗？欢迎守望猪。狒狒 teacher 别开枪，咱就是唱个歌儿。哦，不卡了呀，好的。留下遗憾，才让人念念不忘，与你无关。啊，进去将对面上将，上马将对方将上三楼，退去将，侧面虎绝杀带走。将军，谢谢我们家辉煌哥的大气。将军，啊，不用退车，退车还慢一点，这个棋直接进车，这个车就死了。这么多大子，不差丢个子儿啊，朋友们，折个子儿也不怕，多子归边了，这是，尤其两个车，两个车多子归边，再配合这个马，不需要底线炮都能废了它。来，我们简单看一下，啊，这个中炮对平罗马，中炮对平罗马的棋。这个局面下是经常走的啊，经常走出这个棋，对面推炮平炮打车。那么红这个一般来说对方外马，走出一个马七进八的这个左马盘合的棋。那么通常红棋来说，这个棋是一个打兵的变化啊，中局就拉响了战争的号角。打兵之后，我们黑棋呢，红棋多吃了个兵，但是黑棋要啊，在这个丢兵的前提下要有一个攻势，炮打兵。谢谢我们家霍尔哥的办卡。炮打兵这是第一手棋，炮打兵红棋有两种应解，退窝心马，退了窝心马，对方冲兵为下一步进马做准备。欢迎我们家咪哥关注直播间，谢谢我们家西风瘦马大哥办卡。通常我方摆兵啊，摆车吃兵，对方在进马，啊，我方进车巡河，啊，对方呢有进车的棋啊，这个棋将来对我方右翼进行绞杀，啊，我方呢不能让他站住退一炮。啊，如果下面用户八九零大哥办卡，如果让他站住，比如说下走一步，对方下一步摆车，再进马我就废废了这棋。将来再进马，进车又砍士炮又打底象，他这棋有棋。那么这手棋呢，在这局面下，对方得先手攻击，我方在他打过来的时候也可以考虑飞象，也可以考虑飞象。那么这是这手变化，因为对方没走啊，这棋。我们就没有呈现。那么对方如果拱兵的话，我发现有拱兵棋，他打我就反打他进马，有这么一个棋，有个送马，来一个弃子攻杀的走法。有这么一个炮打象的一个变化，打了象这手棋，红棋肯定要不是。将来呢，对方再进炮为这个棋再进车，然后打我再甩炮做准备。这个时候我们正确应解是摆车。摆车对方一摆为进车做准备，我方退马，这时候他进车就没棋了，对方通常会退炮啊。这个棋一看红棋会应解，黑棋要变招，不要进车没有用了，进车没有用了，怎么没有用？进车一将，如果对面进车一将我退，那你这个棋你打我就退马蹬了，你得往这儿摆，往这儿摆我一飞象，你这棋还没棋，所以这棋进车没有用了。进车没有用了，他退炮是最好的选择。那这是这手变化，弃马飞刀。骑马飞刀，对方没走，走了一步缓招飞象，这步棋走错了。缓招之后红棋本来就多了一个兵，然后呢这个棋不让他打兵就摆车，摆车的话对方如果退了的话，我方摆车再吃个兵啊，这个棋他攻摆车进车吃马再次有问题，他这个马就吃不着，最后吃着也没事，多次归边了。吃
是吧？下了底炮，对方还为了吃子儿吃子儿，对方浑然不知我方多子归编这点啊。他想着这期要吃个马，这期确实能吃个马，但是我方这一上马之后他该怎么办？将军啊，马上对方就没了，他要等着他吃过来走的话他就没了这个棋。将军进去将对面上将，我方上马，对方再上将，这棋已经多次归边没有了。他这个子儿是吃到了，但是底线已经没有任何防守了，这个车走的就很有问题。本来人家这个车呢是要做点防守，死不那么快，结果对方直接把车走掉，为了吃个马，为了把我这个马吃掉啊，格局非常的低啊，这样打过去就虎视眈眈准备进炮呢，结果对方自己把这个车点过来，为了吃子位置，这个棋就废了。